吃了，拢无啊，阿爸拢无啊，真正。英哥鱼啊，等于搞煮汤用水了，好食，哪煮好食啦？你有想要食英哥啥个？买两袂，卖用开超市啦，穿衫唔免啦，一千块。啊，免啦，佮今年来五样，卖，还五样起来。有想要食啊？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今年哦，破两百只都破了。不知道你叫我吗？哎呀，哎，这些，免八百，一年哦，一千五免了，八百免了，七百免了，五个人客无啊，多百了啦，来五百，八五百块阿姐，了解哦，错晒啊，五百了啦，五百位啦，五百，吃咸三百就无啦，啊，哇，这阿姨来八岁啦，我妥啊啦，八五。还好，一过超过五百，没有啊？没有啊？没有啊？一百一百吧。当然没有啊，真的。最后我们一千两百块，五百。啊，金鱼。五百。哎呀，无你过来买两块。买啊！金鱼在沙鹿。还搞不好？我是说南京大学。不然还好。有来，有个小孩去帮我抬啦，我来。我大了。然后进你隔壁叫什么呢？叫红光，所以你的同学叫红光。两百块，一百也无啦，一百先来三百块了。三百了有无？三百有无？三百块，我一百加四百，一百两百，一百两百有无？一百两百块，300块，200块，无什么啥？忙到了。成。真的、哦，宝贝先来，这三位宝贝先来了，弄过来了，我这条要死掉掉。哦，这三位先来了，这几块太高了，三位拢去死啊，五四百了，三百块好了，还200块了，两百。韩中人既然叫我大吃了，还不赶快走内？叫我大吃，那就赶快走内，我才能普度众生。加四位啊，这四位来两大锅了，拢歪吗？歪啦，一定歪啦，来。林道祠堂，你唔知吗？我要食啥？祠堂咧创啥？你唔知吗？你念佛的？都无要食物件哦。来刘月仪啦！哦，刘月仪啦！你倒去哦，穿汤料啊，嘛唔是啊，清清料啊，沙沙烫烫的啊，凊彩你啦，安怎煮好食？哦，刘月仪就免介绍。刘月仪我好高温高啊，原本有可能哦，我一尾仔囝尔。你只食较细尾。一层粉好是啊，安尼啦，食袂了，今年啦，700块就买袂了，100，来啦。头一工哦，你买100啦，第二届来啦，佫买100，你佫买10。第二届来了，第二个礼拜来。买200包。买200包。对啊，这十块卖啊，这十块卖好嘞，前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嘞，你开始算好嘞，够吧，够，人要吃刘爷爷吧，爷爷够不啦？够吧，人还蛮满意，做面包够快两百，好啊好，哎呀，你细只卖无，你大只，哦，对哦，江苏，哎，好来无，你讲食啥？你食好来，猪甲鱼，你食叫猪甲鱼啊？猪甲鱼为了煮会牙手。不会煮的举手，都没要煮。鱼叶干，放鱼叶干。啊，等下啊，做鱼叶干也好啦，青菜啦，青菜也好，真正的好啦。上好吃吃啦，加起了煮汤料啊，这个加了煮汤啊，啊，加这个配料啊，无一点那个醋料。
我还是持续会讲电话。你要用菜都烤的烤的，安尼对啊，就简单嘞。哦，这现捞的叫鱼兰的话，现捞的叫鱼兰哦。哎，要吃我叫一人起来，安那。歪掉啊！叫我讲歪好多啊！来来来。你想要吃猪脚鱼的啊？我叫一人去啦。你几位来？这两位、这三位、四位、五位来、六位来、七椒来啦，八椒来，200块、200块、200块啊，200块，啊，这水200块无人来啊。啊嘞，偌济只啊？即摆是安怎？博士教哟，博士教是安怎？老人年金大中政府无出发互你呀？无法。200，吃无甲成块好啦。来了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较紧的啦，快插人啦啦。若看安尼连工哦，连工无可能再这种起来。食虾食五块了，连工再五块来袂啦。食100块，不是那些事情不能直播。多吃鱼，少盐的。我只剩100块啦，我一包的啦。来，吃。来来，你给100块俩，不要吃我。啊，100块只来100块，我剩来100啦。来，我100剩的啦。来，我100块啦，100块了。来，吃。100块啦，我给你100块啦。哦，来个100块啦，来个100块先卖100块啦，来个100先卖100块了。过100块100块，有无？过100块啊。啊，这边是吃菜的哦，还是叫你头拍到公公啊？拍到公公，你在讲呢？什么蚵仔啦？蚵仔来，蚵仔来啦。对啊，我就是个摄影的而已啊。我吃蚵仔来，买300块。超级会摄的，超爱摄。相机品质最重要的，出来来。蚵仔来买300，300好来。什么吃蚵仔？中人学派。吃蚵仔，吃什么？来来来，300好不好？有，哎，来啦，赶紧来啦，凊彩来啦。这蚵仔是讲啊，这蚵仔吼，你看这水啊，清的啊，水内底啦，规拢落的就对啦，就是蚵仔无清啊啦。哎，姐姐，你莫讲，哎呦，要水都不够，拢水好会用啊。你这袂晓，蚵仔一定要有水才袂破，蚵仔爱有水才袂破，爱有水才好做保存。无水你也扛两担啊，伊就害你啊！对啊，我都我都是其他产品，一日卖袂害。你一包啊，我好你卖了，一包你卖2包，可能包卖你400，这两包卖400，先卖3500，300块先卖300块，无人卖，真正无，是蚵也无，蚵还是无，无人卖啊，200了啦。过来，水果嘛是200块啦，啊200了啦。到底什么物件，我都发我爸。你这么 low， 哎，两百。都在万华社而已啊。套丢了没花？套丢了，套丢了，我爸呢？空瓜皮。哎，唔对，啊，只能上班。空瓜皮要坐，要坐啊坐。放晒啊，阿妈惊啊无？我想怎么设就怎么设啊。还是我这两块钱，你钱买一块鱼啊，我呢？好不好？阿爸见到咱只两行尔，系啊，只盘拢去500，对吧？好啊，好啊，500块，我你啊，500，各位千万不要收我，不要出手，我来就好。干两天啊，反正方便个起步。哦，干两天500块来啦，拍摄2年都遇很多，包十袋嘞，对啊。包来了，好啊啦，来个面来，我一个一包啊，一个一包啊，一个一包啊，你慢慢设。我知呀，你问钻石大佬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都无得讲啦，来，我这两包我200先卖，这两包我200，两包，200块，200卖啊，这两包200好，200，有人要买100回来，100好，来100，100，100了100块，100好无？100，100，100好，来这边来。
哦，来个一百箱啊，100块啦，你来买啊，一百个箱100块，买虾来啊，好，虾要先来讲哦，无你卖一百，无卖200，上少300块，海鹅啊，过来。我不值钱，我不会九九一生。来个一百，哎，你又砸钱了。我来个100下来，100，快哦！来，到来，好来。我食虾用讲的来啊，你看讲虾啊。虾啊，来虾好来，虾先买一个。虾啊，你正行卡虾，你一斤落好你称偌济？一斤你称了，上届咪拢3-5、3-5、3-8、4-8的起，你落好啦，你称来你怎啊？哦，我当作你叫学生啊，来，你食起来，赶紧连免搬来啦。你讲嘛，只要我甲当人车哦，只要花500啦，你食起来啦，免500，免400呀，300了，300，虾子300，哎呀，300，虾子现在300块啦，虾子都300啦，虾子300，虾子300块，来吃，300好吃嘞，哎呀，我现在300了嘞。虾子搁300块，虾搁300，虾搁300，你连300块就变个钱了，你来啦，三百。来，大妖啊，大妖，真乖，不要说话，我来就好了。大妖了，我来了。来，还搁300，我欠300块啊。你不用打字，我来就好了。还搁300，现在来个咩了？这无搞嘞，来个。好，来个300，现在300块了，还有小虾子的300，来300，虾子还有谁要300块？这边啊，这边来，赶紧来，太冷冰了，300块了，来，老板来，300块了，300，还接个姐，接个姐呀，好，你要回家，东西还没拿哦，这位姐又来，来300，是谁来？肉来，我300块，虾子虾，哦，黑了，300块。200块，
夭壽了啦！哎呀，两百块外人来，那是你安怎来挂来挂挂起来扛来？扛来。下面是章鱼，透过来，透过来，买三百啦。哦，三百块。对啊，透过最简单的，透过等于要抬啊，一支针头啊，对吧？一支针头大拇指就完了。哦，一支啊。太慢了，差了吗？刀子都没了。变回来哦，这条给拎掉。我是先倒啊，嘿。哎，对吧？等于甲切落甲细滴。哦，我是你要用菜，还是沙沙的，沙沙的买菜，买300块来，这我一斤三二零穿的啦，啊，接下来，干那只要要两斤重的，这个我再过来，这个来了，三百，这个来300块了，哦，来了，来了，卖玉米，还300，卖玉米的在左手边，够不来，还300有没有？这边是在卖玉米的，哦，对，你说的那个背他是在卖玉米的，没错，他靠300。章鱼还有没有人要300块啊？三百好啊！有人要吃章鱼？300块，300少袂行，300吃不吃？啊，无恁是要吃什么鱼啊？好啦，恁啊，死啦无？大王鱿鱼无？死啦无？哎，我最后问价，无吃，无吃济嘞，200块了啦。还200？哦，吃不完的来200块。吃那么多200块？200块？200。200少袂行哦。多塞了啊！是哦，杨灿，以后星期三都在这边。来，过来来不？来，过来嘛，来，来啦，过来啦，要嘛过一个。加，过加。这边过一个。秋刀鱼，秋刀鱼，阿姨你买无？好啊，安尼哦，安尼。秋刀，是哦，辛苦过来哦。秋刀，过来哦。秋刀鱼啊，你买没有？秋刀。在我心里，姜米亚都是千里，那是香啊香，搞掉，快，快被招嘛，我选到的。
何娟哥，你不是要带我去飞吗？为什么都没有来找我？2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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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这粗无人啊！哦，对，蛮热的哦，幸好还有点风。好，这里有一块杯子，这东西哦，茶沙桶头的粉蒜龙头油条，来100块就好，100块。100块。星期日几点到几点？早上6点到卖完。有一包吗？100块。好，来。八块哦，白来买两分哦，买两分加可以啦。今天剩这少尔要无啊？最后的啊，一百有人来无？100块。加啊，这冬阴市啊，就卖200块啦，200。你说来加油，突然想到一首歌，还是不要唱出来好了，不然唱出来人家就知道我的年纪了。就这样子。柯家靖这边是台中建国市场，台中建国市场，龟甲桃桃节哦，台中转运站斜对面。阿妈一百，阿妈一百，来一边好不？阿妈一百块，真正领无啊？你来100块。来100块就接得济啊，100块尔。来